一二，我爱中国，我爱中国，预备，出！我爱中华，我爱中华，文化悠久无国界。暗时较困难，啊，先把铁窗过大，日头时较清楚，不过嘛是要穿过卫兵的防线，然后才爬过三四层老厝遐尼高的铁网啊，最后搁爱做一届。穿过军队的枪支，坐下。开路。对这无聊、好笑、搁忝死人的代志，一开始我就感觉真烦。但我听到阿提讲的话了后，我顶多期待这个训练，因为愈训练，我就愈有信心，有信心脱离这个所在。注意，目标10点钟方向，标兵一员，左去右回，部队加油，站，蛙叫预备，开始。快点，阿提讲了对，要走，要先把身体练好。跟上，林建龙，是，报部队长。听说他以前是念台北商专的，文学程度不错。追！洗澡时间3分钟。衣服不要给我脱得彻底，要是衣服没有脱彻底的话，我看你也不用洗澡啊。扫地中，开始动作，再见。我要痛苦，刷落去，都爱学会晓，要安那伫三分钟内面用三桶水。把整身躯的臭汗、酸味、甲涂身洗好清，褪裤、洗身躯，这么简单的代志，竟然会有这车林、车风、甲头兄弟，母家好亲像幼稚园小班的囡仔。眼前的这挂人，不是人看人惊的老毛，是一群好笑的老人兄弟。规身躯全落雨袂啦，我去报官份啊！臭屁啊！即摆死个在等我啦！先去话再讲。阿太太，你条杀人鬼谁哦？贼头一直咧呛声要抓你啊啦！你哪会不走？但是要走去倒啊？啊你不走，等伊来甲你放。我早就心内准备啊，你免替我烦恼啦。我看，咱斗阵找一个所在哦，先来闪一阵啊。咱哪有啥物通好避的？家家入去内里啊，大日来教你哪有啥物啊？咱规个兄弟拢去互抓去，啊地盘毋是
白白拢让予别人，好人就好人，哪有啥物？出来才阁拼啊！若去用放入去吼，迄啥物拢是假啦！我看吼，咱也是斗阵来觅一个，等风声若过，咱来想办法离开台湾啦。路嘛要做，无入去内底，行一逝要来大尾啦。我敢入去红关，我也着有迄个材料通出来。我甲你保证，等我出来了后，咱兄弟啊一定会比这嘛骨较强赢。你的想法，我会当了解，也毋过我甲你无共呢。你入去来伊啊，敢会带女婿呢？我是去用管饭，管饭是大饭店，迄顿顿哦是食到粗饱粗饱。我若是会当走，我早就走路啦。安尼嘛好啦，你先去觅一阵嘛，觅会过食咧饱一下，等到风声若过，你才搁倒转来。你嘛是好汉一条，对无？阿丁，我陈建龙一定会倒转来找你。咱兄弟仔做伙打拼。阿坦啊，朋友斗阵，破心肝交袂啦。无你即句话，我一定阁倒转来。林建龙，哟，出来！带着大家，大声念一遍领袖遗训。领袖遗训，领袖遗训，实行三民主义，实行三民主义，服从政府领导，服从政府领导。消灭万恶共匪，消灭万恶共匪，解救大陆同胞，解救大陆同胞。我知影这个是阿弟运作的结果，我嘛清楚做这款小老师，甲练身体是同款的重要。练好身体是为着要用上紧的速度逃出去，做小老师是为着要有部队对我无戒心。总共一句，我已经下定决心了。我有一句话，心内话。